我给那个阿姨拼单，那个阿姨给我了5块钱。这个位置到下午的还怪热闹的啊，这全是摆摊的，卖菜的，卖肉的，卖衣服的，哇靠，还挺长的，哇，一直到那里啊。咱这会正好闲的没事啊，到这个公厕里面来洗个头，这里面有热水啊，拿上咱的盆到里面洗个澡，哦，不对，洗个头，今天不洗澡了，就简简单单洗个头行。这个只拿个盆，牙刷、牙膏、洗发水都带着，还有毛巾啊也得拿着，啊，洗完擦一下。这里有个第三卫生间，啊，在这里面也安静啊，太棒了。把这个门给它一锁，灯一开，这里面好亮啊，咱直接在这个地方就洗了。完了，老铁们，它这里面没有热水啊，这里面是凉水，咱得去外面洗头了，在这里把牙刷一下。直接对着那个水管洗就可以了，不用拿盆了。这个水还挺烫的。洗完头就是舒服啊，老铁们，太爽了。洗完立马就感觉不一样了，老铁们。一会儿再把胡子一刮，走了。啊，今天就先洗个头，过两天啊，咱再来洗个澡。这条路真热闹啊，从南到北啊。整条路都是摆摊的，哎，这个地方有卖鞋的，我在想咱要不要买双鞋，买双拖鞋。为什么要买拖鞋？因为咱那个鞋啊，你看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这是左脚的，这个已经后面的半个已经没了，前面啊这半个舌尖也马上要掉了，然后这个是右脚的，右脚的前面这个也马上要掉了，后面这个也掉了一点。其实这个拖鞋也没穿太长时间啊，说实话现在的这个鞋的质量越来越差了，穿了还不到一年呢，有时穿的也挺耽误事的，走不快，它老是这个鞋尖，哎，直接走着走着就跑到下面，走着走着跑到下面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所以还容易卡倒。咱要不去那买一双吧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拖鞋，咱过去看看。他这好像没有拖鞋，老铁们，全是布鞋。全是布鞋啊。不知道前面有没有卖的。这还卖衣服的。老铁们，这卖哈密瓜的，我靠，多少钱一块？24个10块钱。四个十块。要一个行吗？一个一块行不行？啊，一斤一块。一块钱一个。一斤一块。看，感觉这个哈密瓜挺好的。咱一人买两个，正好四个，行吧？我给你5块钱。咱一人两个，咱拼个单。咱给一个阿姨拼单，然后她两个，我两个，一人5块钱。买两个是1块钱一斤，然后买四个是10块钱。我给那个阿姨拼单，那个阿姨给我了5块钱，她拿两个，我拿两个。
咱再往前走走，看看前面有没有卖拖鞋的，来买个拖鞋穿穿。换三斤，可低了。我靠，这个葡萄也挺好的，十块钱三斤。九十块，九麦十块五斤。我都买了哈密瓜了，下次再买葡萄吧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已经到头了。这边全是卖炸串的了，没有拖鞋。没办法，看起来咱那个破拖鞋还得穿一段时间，还没有。咱现在开挂，看一下怎么样。买了两个，一个绿的，一个黄的，从来没吃过这种黄的。咱今天先吃个绿的，看这个绿的，感觉好轻啊，都空了感觉。行，中间。啊，老铁们看一下，感觉还可以啊，这个真的感觉还可以，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不错，不错，啊，闻着挺香的，多年没有吃过这种瓜了啊，里面那个籽啊，咱得给它掏出来，掏出来，估计这个不能吃，咱这回又贪图小便宜了，十块钱四个的哈密瓜，看老铁们，感觉还好哈、啊，还挺好的，真的。咱切一点，尝一下。嗯，尝一下怎么样？嗯，还真不错啊，真挺好，真的。脆甜，脆甜了。它这个水分还是挺足的，像那种水果，我好多年不吃一次，也就碰到打折的时候，哎，吃一次，正好今天赶巧了，十块钱四个。不知道这个黄色的跟那个绿皮的还有什么区别，过两天能吃这个，这个先放着，不知道会不会坏。